啊，也有的小伙伴呢，经常跟我问一个问题，就是，哎，龙哥，为什么你都用PowerPoint 而不用国产的 WPS 这样的一个软件呢？其实呢，我们知道，那演示的软件其实非常多，除了PowerPoint 就是我们的 PPT， 还有我们的金山的 WPS 之外呢，可能还有苹果的 Keynote 啊，还有辅助演示，还有 Prezi 等等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演示软件。啊，我之所以用 PPT 呢，是因为它的普及性特别高。那 WPS 呢，现在也在迎头赶上，那它的这个普及度可以说是更高。但是呢，它有一些功能是比较缺失的，比如说动画上它相对来说比较的落后啊，同时呢，没有这样的布尔运算啊，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功能吧。我觉得可能用起来我不是特别的顺手。那为了满足这些 WPS 用户这样的一个需求呢，我们的一个公司的颜值担当妮可呢，她呢也拍了一套的课程，叫做《女神经教你 WPS》，不久之后呢将和大家见面。那你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“向天哥”，我们的所有课程都会在第一时间与您见面呢。小天，市场的PPT模板，每期模板都。